剧文章灯火明灭，奇异风又到每个礼拜一来自冥王星的鬼灯奖。女生总是爱拍照，尤其是站在镜子前面，但是呢，镜子反射到一些怪东西的时候，你敢回头吗？小娜老师，这是一张会让人分心的照片，尤其是康哥。嗨嗨嗨 ，Sweet，Good， 你身材真好。来，这是一个女孩子，她一个人住在家里面，所以她在自拍，然后她看到她后面的这个镜子反射到一个人影。哎呦，Oh my god！ 所以她不敢往后去打开那个柜子求证，她就把这个照片呢传到我们节目里面来，问问看说这个人形是不是因为真的在她家里面有其他的朋友在。嗯，但是告诉这位女生。不用担心，下次直接转过去把柜子打开。其实它应该是柜子门本来就是有一点雾雾的，里面的东西摆放，然后再加上镜子反射，所以不用紧张。不要紧张，我们已经被你，我们已经帮你解密了。对对对，下次可不可以全身带脸比基尼的照片再寄来一次？我们再帮你重新鉴定，好不好？相信会更棒。欢迎第一棒阿迪。家里的哥哥，有一对夫妻呢，他们养了一个，就生了一个小孩，然后这个小男孩呢渐渐大了，也7岁了，然后想说应该换个好一点的环境，就家里换大一点，然后于是就找到比较靠近山上的房子，可是搬进去没多久就开始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小男孩7岁小男孩常常就是半夜就睡不好，然后有时候就会跟爸爸妈妈讲说，爸爸妈妈，我都觉得我睡到一半的时候啊，就一直有人要开我的窗户，然后不然就是会有人踢我的床。然后有一天这个爸爸回来已经也蛮晚了，11、12点了，然后就想说看看小孩子有没有乖乖睡觉啊，然后就蹑手蹑脚就轻轻的就把这个儿子房间门打开，一开，那个爸爸也吓了一跳，哎，奇怪，怎么儿子还没睡？然后就背对着门坐在床沿这样子，然后爸爸就叫他说，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觉？那这个小男生就头也不回的就回答说，爸爸，他说他是我哥哥。那个小男孩指着窗户外面就说，那个人一直说他是我哥哥。然后爸爸吓了一跳，第一关赶快睡觉，你没有哥哥，没有哥哥，窗户外面也没有人，赶快睡觉。然后爸爸就赶快抱着儿子就哄他，然后陪他玩了一下，然后让小孩子乖乖睡着。那隔天一家人在餐桌上吃晚饭的时候，然后就爸爸也在忙啊，就摆这个碗盘啊，菜都摆好了啊，然后弟弟就坐在位置上，突然就转头跟爸爸讲说，爸爸，哥哥说你为什么不给他一个碗？然后爸爸也突然愣了一下，弟弟，你没有哥哥。话一讲完，突然整桌的碗盘就像被人家用手这样一扫，全部都掉在地上。爸爸吓了一跳，真的事情不对，因为真的发生的事情太怪异了。隔天就带着孩子就去到庙里，然后找师傅，然后师傅就从那个内房就拿了一件道袍，就穿在这个弟弟身上。一穿上去，弟弟就开始突然开始挣扎，然后整个很激动，我不要穿，我不要穿，我不要穿。哥哥说他不喜欢穿这个，我不要穿啊，我不要穿。这时候师傅就开始念经，开始做法。然后师傅越念经，这个弟弟就越挣扎，越感觉就很痛苦，整个人就很焦虑。然后到后来受不了，就直接咬着他爸爸的手。而且边咬边讲说，爸爸，哥哥很生气，哥哥说你当初不要他，现在你又要拆散我们，所以他很生气，他要把我带走。师父就看得也不对劲，就赶快继续在念经，念开始就念金刚经，要开始做一些驱魔的动作。然后这个小孩子也发现咬他爸爸没有用，然后就突然开始咬自己的嘴巴，就越咬咬咬咬咬到爸爸发现说已经满嘴血，然后突然小孩子还开就是突然整个疯狂的大笑，然后把这个血水就吐在地上，突然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就突然小孩子就挣脱爸爸的手，就
整个挣脱开来，然后跳在神台上面，开始乱踢乱翻，把所有的贡品都推倒，甚至把那个供神明的酒就直接往那个师父身上就一泼，然后再把他身上道袍脱下来，就跳到师父身上，照着他的头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我说：“你念经有用吗？你念经有用吗？你念《金刚经》，我比你还熟。”就开始一字不漏把《金刚经》整个背诵出来。然后当时爸爸也傻了，然后看情况不对，就赶快去把这个小孩子抓下来。然后抓下来之后，小孩子又看着爸爸说：“爸爸，哥哥说你不让我跟他玩，他就要把我带走。”讲完话就整个就昏过去。师父这时候就很冷静地说：“先生啊，我看到这个囡仔吼，唔知唔想为虾米都接另有另外一个小男孩一直缠在他身上。可是说真的，我分不清楚哪一个到底是你儿子。意思就是说，缠在他身上的这个鬼，跟他儿子长得一模一样。”然后爸爸听了也吓到，然后才开始跟这个师父就实话实说，说其实当初呢，这个孩子是双胞胎，是一对双胞胎。可是因为在生产的过程就因为难产，所以先出来这个哥哥出来生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生命，就是没有心跳了。然后讲完话之后，突然弟弟醒过来，就看着爸爸说：“爸爸，你为什么当初不要我？你既然不要我，那我想要跟弟弟在一起，你不让我们在一起，我就要把他带走。”然后这时候爸爸听完这之后，就整个崩溃大哭，跪在地上抱着他的儿子说：“哥哥啊，爸爸当初也是不得已，因为医生说只能留一个，所以他就很难过，很难过，就一直哭一直哭，爸爸也一直哭。”然后这个小男孩就突然就软下来，就摸着爸爸的脸说：“爸爸没关系，但是那以后你要好好照顾弟弟，我以后不会再来找他的。还有你们住的房子要赶快搬走，因为这个房子刚好是在阴阳界的路口，如果你们不搬走，下次可能不是我来找他，是别的人来把弟弟带走。”然后突然儿子就昏了一下，然后醒过来之后整个人就已经恢复是平常小孩子的，就是很开心很天真的笑容，眼神也变得很清澈。结束之后爸爸就一回家赶快就搬离开了，然后之后这个弟弟也没有再提过说有看到哥哥啊，也没有再有看到其他什么东西出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遇到问题不要逃避它，要正面对待它。当然这也是悲剧，也不能怪他们父母亲啊，就是难产不然怎么办呢？哦，那我们就怪阿迪今天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乱结论。哎，请坐。烂结论，烂结论。好，马姐，马姐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故事呢，是一个这个 A 太太，她是台湾的，应该说她台湾小姐，但是嫁到日本去很多年，大概嫁了30年。那她现在呢又移居回台湾。那因为最近呢，她移回来之后呢，这身体健康就出了很大的状况，比如说。他常常会觉得喘不过气啊，然后犯气喘啊，然后呢他又常常头痛欲裂，就头很痛很痛，然后又很想吐，都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去看了医生也找不出原因。后来呢他有一个朋友就很天真，就跟他讲说：“哎，你这个很像是被卡到。”哎，所以他就更害怕，更害怕之后呢，他就跟他朋友说：“真的卡到会这样吗？那你可不可以有没有熟的老师或什么带我去看一下？因为反正医院都已经看完了嘛，好，都没有结果，那就去看一下。”好，他就带他去，就找到陈老师。到陈老师那边，他就写，他就问健康嘛，啊，他问健康，然后他就这个单子送上来，让妈祖娘娘看到，陈老师看到他，陈老师就说：“哎，你先生有两个太太哦？”这样，他就说：“没有啊，我先生只有我一个太太啊，他只有我一个太太。”哎，陈老师就说：“不是，那你现在应该有冥婚吧？是不是有冥婚过？”这样，他才说：“有啦，听婆婆说过。可是呢，因为他没有常常去拜这个原配，这样他也不知道算不算哈。”那他就说：“因为他先生呢，在17岁的那一年生了一场重病。”那生了重病呢，她的婆婆就带她的先生去算命，因为先生那时候才17岁嘛。
那算命老师就跟他这个婆婆讲说，这个先生有双妻命，所以他必须要冥婚，好，这一他的这一场这个病才可以过去，这个结束才可以过去。所以在他十七岁的那一年，他的婆婆就帮他去找了一个可以冥婚的对象，那个时候他们就办了冥婚，所以他先生在十七岁的时候就冥婚了，就好了，真的他的病就好了。好了之后呢，到三十岁的时候，他就认识了这位 A 太太，跟 A 太太两个人就交往啊，感情好，就结婚了。生了孩子以后呢，他们就从青森县搬到东京去，又在东京住了一段时间。那他的原配就是这个冥婚的太太的牌位一直都摆在青森的嘛，都是这个婆婆在造时间拜他。先生因为他的工作呢，常常都世界各地到处跑，所以他很少管这件事情。那太太呢，就顾孩子跟小孩，所以也很少去管这件事情，以至于他们对于怎么样去拜这个冥婚的太太不是很清楚，那都是婆婆在做。到几年前婆婆过世，婆婆过世就更没有人可以去拜这个冥婚的太太了，去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呢，先生又因为工作跟长期跟家人分开，就想说，那现在他要来台湾工作，就希望说太太跟小孩跟他一起来台湾好了。那他们举家又要迁回台湾的时候，那个亲生的冥婚太太是不是更没有人管？对，意思就是说，现在你的不舒服可能都是这个冥婚的太太要再提醒你们要回去照顾他啊，要该怎么处理？那他说，我也是很担心，说我这几年啊身体都不好，是不是跟他有关系？那如果说真的跟他有关系，那我应该怎么处理？因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他想说，他先生十七岁结的这个冥的婚，现在已经五十几岁、六十岁了，已经四十年前的事情了。那加上他们又搬家，又搬家，又从来没有去拜过，都一直摆着。他说，他可不可以把那个冥婚的牌位取消啊？既然有如此离谱的想法，不继续供奉，还会发生什么更加悲剧的下场呢？他说，他可不可以把那个冥婚的牌位取消啊？取消？他的念头，他的想法就是说，可不可以不要做这件事情？乔老师就跟他讲说，不行，这个你呢，不管你有什么决定，你都要回去跟他寡不会请示。那你就跟他讲说，把他请回台湾嘛，你们可以在台湾，就是说你们现在定居在台湾，也可以把他请回来一起过生活啊，这样。如果他同意的话，你就要用一个红布把他的牌位包起来，好带回台湾。那你带回来这里，妈祖娘娘会跟他沟通，然后看要把他安置在哪里哈。可是，在他回到日本要处理的时候，他就一直心里很担心，他害怕什么？他害怕说，万一他去跟他宝贝，他问他不同意怎么办啊？那不同意要怎么处理呀？要怎么跟他说什么啊？哈，他就跑回青森去。就直接用红布把他牌位包起来，就扛回台湾了。问都没问，问都没问，因为他不敢问，他怕问到的结果，万一是他不要的话，他怎么办？因为他朋友知道他第二天要回来，所以就在等等等。奇怪呢，他朋友呢就到机场去等他，他就不知道为什么阴错阳差，他下了飞机，不知道是飞机提早还是 delay， 我忘记了，就他包了那个，他就没有看到他的朋友。他就叫了一部计程车，就坐回台北，在路上就出了一个超级大车祸。他就被他就昏迷了，然后就送到医院急救。他的朋友就觉得说，怎么这么奇怪？我去机场接他，竟然接不到，然后他会怎么会出了个大车祸，然后就躺在医院里面？赶快就通知陈老师说，第一个他出车祸，所以可能不能照原定的时间来了；第二个就说他为什么会出了这么大的车祸，可不可以请陈老师陪他一起去医院看看他是不是有什么奇怪的其他的原因？陈老师到他的病房里面，就到家病房里面去看他的时候，就看到他冥婚的原配站在他的旁边。那他一定是没有处理好嘛？那陈老师就跟那个原配沟通，就说他可能哪里做错了哈，但是我一定会跟他讲清楚，让他照你的意思来，你不要那么生气啊！你要想清楚，如果现在你把他带走了，从此之后没有人会拜你。对，
那这个太太可能她的孩子会拜她，可是你是保证没有人知道你的。对，可能这句话就打动了这个原配，因为她其实也没有，她要的也不是这个啦。嗯，后来她就想说，好，她说陈老师就跟她沟通说，你现在放过她，那她清醒了以后，我一定会让她好好的帮你处理这样。哎，这个太太第二天就醒了，醒了之后呢，当然因为她的伤很重，所以还是要在医院休养。大概过了一两个礼拜，陈老师就说，就跟他的朋友讲说，他好的出院的那一天就要来，因为其实这个原配太太非常生气，而且也不愿意给太多的时间啊，所以他呢到可以稍微可以出院的时候，就病恹恹的就来到妈祖娘娘这边，然后就在这庙里面就要沟通嘛，哈，就要怎样，就问这个 A 太太，你到底做了什么事，让这个冥婚的太太这么生气？好，他就说。因为他很害怕，不知道万一他怕问出来他说不要他怎么办，所以他没有宝贝也没有问，就把他包起来直接想说带，对对对，就带回来想说妈祖娘娘会帮他处理。嗯，可是陈老师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如果你没有叫 K 纲，没有照步骤来，妈祖娘娘也是不可以帮你处理，就像他半路要把你带走，妈祖娘娘也救不了你。就好像你今天要请人家去哪里，你都没讲，就拿一个布袋把你盖住，把你掳走，不能硬来，对，不能硬来，你会不会生气？会啊，就跟这个 A 太太这样讲，为什么这个原配这么生气的道理，讲给他听。那妈祖娘就帮他沟通说，那不然这样，现在就跟这个冥婚的原配说，现在如果在台湾帮你立位，立一个牌位，以后呢也让这些小孩在台湾拜你。就等于你在台湾跟他们一起生活，这样你可以吗？愿意吗？什么的？这个原配就是这个原配就说，其实他没有问过我任何一句话，连我先生都不知道这件事，是不是要请我先生来跟我讲？他其实也很介意说，这个先生这么久都没有来看过他了。然后也要帮他搬家了，要帮他换地方了，先生都没有来跟他讲过一句话，他心里也是介意这个的。好，后来 A 先生就下一个礼拜 ，A 先生又跟着 A 太太一起来，然后又请妈祖娘娘帮忙沟通，才说通哦，不然这个冥婚太太本来就是不要，就生气嘛，就是不肯嘛。后来说通了，才在台湾帮他立一个牌位。好，这个。A 太太才慢慢恢复，小孩子也讲好了，以后每一年的清明也都要，除了去拜阿公阿婆之外，也要拜这个原配的冥婚太太，就要认他就对了。对，这个事情才解决。接下来俊耀哥，好婚的鬼照片，那是一张照片，一个车祸的现场。那有一个人呢，进到刑事组里面。就喜欢东看西看，就看到那个照片，一看呢，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呢，躺在马路中间的那个尸体就坐了起来，然后呢，抓着他的头发就开始哭了，哭就算了，他站起来就往那个人就走去了，走去之后呢，他的右手举起来拿个东西拿给他。他越走越近，越走越近，他看得到他的手是提着他的左手，然后呢，他抬头看到那一个人，哦，原来是个女孩子，他开始从他的那个女孩子的头啊开始裂开，血水跟脑浆，哇，那个人就吓醒了。做梦那个人就吓醒，讨厌啊，那个人吓醒的时候没有，那个人吓醒的时候他是这样，哇，吓醒，他的左手啊是靠在刑事组靠着，然后他是这样吓醒的。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我的一个朋友，叫跑路的招罗威啊。跑路他是在顶好商圈，就在忠孝东路敦化南路的那一个区块啊，在摆地摊的，卖什么？卖皮包。那他是卖皮包，生意很好，但是呢，唯一呢就是经常要跑警察，啊，所以叫跑路嘛，他叫跑路的。那跑路的呢，有一次终于被警察抓到了，被警察抓到了，啊，抓到之后呢，他觉得我是做个小生意，你让我摆一下有什么关系呢？就发生口角，然后他啪踹了警察一脚，啊，踹了警察一脚之后啊，你
洞洞口还好，那踹了警察一脚就妨碍公务了嘛。裂开，抓起来之后呢，就带到刑事组去了。在刑事组的时候呢，都东张西望，就看到呢，人家刑事组桌上的这一个车祸的照片。就看完那个照片之后呢，他就就这样吓醒了。他现在说打电话给我，我就去了。因为去了呢，他就跟我讲，俊雅，我就看到那个照片，那个照片啊，我就看到那里面那个尸体就坐起来，这样站起来一直走，朝我走过来。我说哦，真的吗？我就去看一下。这张照片是十年前的照片，十年前呢发生在哪里？发生在仁爱圆环呐的一个死亡车祸。一对夫妻呢骑着摩托车，载着中间夹着他的女儿，大概五六岁女儿，结果在那个圆环路口呢，结果在凌晨的时候被砰撞到。爸爸妈妈哦，可能有戴安全帽，还好。那个小女生啊，没有戴安全帽，夹在中间。那个小女生头颅破裂，当场死亡。那一张照片，结果呢，那个肇事者逃逸。那所以那个案子呢还没有破，等于还没有破，一直十年来都没有找到人。哦，是这样。好了，那跑路的天亮了，那就移送到地检署，20,000元交保，我记得。隔了大概呢一两个礼拜，他又打电话给我了，浩君啊。我有件重要事情要告诉你，哎，什么事？他说啊，那个小女孩啊，一直缠着我，要我娶她。啊！我说你不要胡思乱想，我来找你，我就去找她，我们两个见面了。她告诉我说，从那天之后啊，她每一天呐、晚上都梦见她，每一天晚上梦见她，可是呢，她每一天呢，都好像一天好像大一岁。第二天大2岁，第三天大3岁，就越来越大了，哦，但是呢，越来越大之后呢，他头上的血啊越来越少，就比较像个人，哦，不像个尸体这样。然后呢，就告诉我说，你要娶我，我是你前世的妻子。啊，哦，跑路当时的年纪轻，血气方刚，他认为怎么可能啊？我怎么娶一个鬼啊？每天来我梦里面找我，对不对？我说，你这样想好像有点太武断。然后呢，我们就说，去你家坐坐好了。然后去他家坐坐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一些他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他说啊，摆地摊的时候，摆地摊，他的生意本来很好。那摆地摊的时候呢，明明就是。有一些熟客经过，明明就是有人站在他的摊子的，他的以前固定摆的地摊的位置，那是固定的。奇怪呢，他们不晓得站在我的摊子前面东张西望，不晓得在找什么。其中有一个熟客说：“哎，奇怪，那跑路的嘞？跑路真的跑路了吗？那怎么都没有来摆摊子啊？”招了一公吼，然后君晓告诉你，我就坐在那边看着他们讲这句话，我竟然像。鬼打墙一样，嘴巴没有办法张开，没有办法出声，我就只能坐在那边看着他们，然后他们好像完全没有看到我。那有一次更绝了，有一个人挑东挑西挑，挑了半天之后呢，哦，那时候看内里嘛，我们看皮包都会看一下内里缝的好不好啊什么的。打开内里之后一看的时候呢，啊，丢了东西跑。他这一下子他再也忍不住了，因为什么？这几天都没有生意，看了挑了半天也都从来没有买过，他跑过去把他拦下来说，哎，那个。老板娘，怎么回事？你怎么？他说：“这你这手，你的皮包里面怎么有只手呢？”耶！他说他伸进去皮包看内里的时候，有一只手抓着他。哎呀！一只冰冰凉凉的手抓着他。他回去看的那一下，皮包打开，里面什么都没有。可是他后来想一想，这整个摊子的周围的氛围啊，太怪了。太怪了，他不晓得为什么变成是一个生意会烂到一个不行。好，我这样在跟我讲这些故事，整个就是走到他家了，然后呢也是一个地下室，因为他是方便当做仓库嘛，因为便宜，他要跑招楼嘛，摆地摊，所以他就在后面那附近租了一个地下室。好，然后我就跟他一起走到那个地下室，门一开，咔，哇，我说招楼哎，你这里啊真是啊。四季如冬啊，怎么那么冷啊？比现在摄影棚还冷啊！我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你就开冷气吗？我说君豪哥，
已经很多天了，都是这样子，连叽叽。现在之后呢，我就看了一下，因为很多的那个纸箱子嘛，因为堆了很多包包，好，然后看看，我就哎，我就看到一张画，一张图，好像跳在我的眼前那样，好明显啊！我早上去一看，他画着那一个尸体，那一个女生啊，那一个女生的样子，然后中间有一个 V。就像如果这个是一个女生的脸啊，她是画成这样子，中间呢、啊、有一个 V， 也就是那个女生头裂开那个地方，她画的图。哦，我给乌克兰，我讲，糟了喂，阿丽，你画这个，这是你画的？哦，对啊，你为什么画这个？她说我已经快受不了了，我每天都看到她，我只能够在画里面把那个画把它画下来，我在画她的时候我稍微舒服一点。我如果没有画他的时候呢，我很闷，然后很全身就很烦躁这样子。他说：“你觉得呢？我该不该娶她？”我说：“你要打电话给你妈妈讲，因为他妈妈啊，我见过还蛮虔诚的，是一个好妈妈，很和蔼。”我说：“你去有没有？你妈妈知不知道这个事情？”他说：“我还没跟她讲。”我说：“你应该跟她讲啊，找个法师问一下，是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解？我们分头，你呢？”去打电话给你妈妈，讲这个事情。我呢，我去刑事组，我去看那个照片，我觉得那个照片一定有问题。好，我就去刑事组，刑事组我就把那个刑警找来，我说：“哎，你那天在整理那个啊，那个的照片，我再看一下。”找来，我看。我讲哦，那个照片哦，就像刚刚呢，小娜老师拿的那种照片，你一开始看的时候没看出什么端倪。我一开始看没有看出什么，我越仔细看的时候呢，开始哦，隐隐约约浮现了赵露薇的半边脸，尤其是那个胎记，浮现在那个车祸现场那个照片的一个角落。我想，会不会是赵露薇撞死那一个女生？真的，我还觉得说十年前。会不会是真的跑路的把人家撞死了嘞？好，这是我当时的怀疑了。我就想，不对，我要打电话给赵龙，跟他讲，赶快。哎，我打，哎，赵龙去电话没有接，好，没有接。我想在忙还是在睡觉，干嘛不接？就这样，打了好几次电话，哎，都没接，没接，我也就算了。就在我正在很奇怪的时候，那个刑警打给我了，那个刑警。他说：“哎，君雅，你朋友啊，是不是叫做，比方说，叫做王某某？哦，对啊，叫赵罗呀，就在你们，不是之前到你们刑事组来啊？他死了。啊？我说他死了，你怎么知道他死了？他说他刚刚在，就前不久，因为他已经接到报案了，刚刚在敦化南路跟八德路口。”哦，那个算敦化北，啊，跟八德路口的那一个地方发生车祸死了。哇，我去，他妈妈在那边。然后呢，他妈跟我讲，因为他已经盖了白布了嘛。他妈跟我说：“君耀啊，我来的时候哦，葬仪社的人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啊。”因为尸体要葬仪社要去盖白布嘛，他说他去盖白布的时候，尸体旁边站了一个女生，满脸是血，然后呢就看着那个尸体，看着赵罗伟，还带着微笑。那个葬仪社是有灵异体质的，他看一下就知道说这个是在俩高铁，这葬仪社的说法，他认为说这是在俩高铁，然后呢就把白布呢从赵罗伟。盖上去之后，那一个女孩子就像烟一样、白烟一样，就慢慢整个就散掉。所以啊，各位现在如果去敦化，顶好商圈，如果看到一个右边脸有一个胎记的在卖包包，放心，他已经死很多年了。放心，放心，放心，你这样讲太残忍，放心。你买不到，来。
觉得这个故事比较恐怖的，请亮灯。一、二、三，好，来，请换座位。好，坐那边。接着，德心要分享他搬进新家后有关车位的故事，我们马上来听听。我住进去之后，我就去问那个大楼的管理员，就是跟他问说有没有车位。然后呢，刚好主委呢，他说他有个车位，然后反正他也用不到，那他租给我，而且他还自动帮我减了1000块。那想说啊，好棒哦，就赚到了这样。那于是我就到了地下室去看我的车位嘛。然后那时候我看到那个闸门那边站了一个警卫，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要装导航哦。你有导航吗？不然会迷路哦。然后我心里想说，他讲什么啊？这不就是地下室吗？停车位怎么可能还要装导航？我也懒得跟他讲太多，我说哦，好好好。然后我下去之后呢，就看了车位嘛，哈，哎，真的就不好找，因为其实那个地下室的停车位非常大，就很大。然后我那个车位是105号。好，那。反正 anyway 我就找到之后我就大概知道位置，好，那我就上来了。那你知道我们录影啊，通常收工时间都是跟别人不一样，都是那种凌晨啊2、3点。然后我那天呢就回家的时候，哦，一停到那个地下室后，我觉得特别的冷，你知道吗？然后觉得那个灯光啊也特别的暗。我刚刚讲说我那是105号嘛，好，那我就停下去了。好，102、103、104，哎，奇怪，啊，105嘞，我找不到105，然后本来应该是105号的那个车位变成一个车道，我想说奇怪，那我是不是记错？我在里面一直绕，绕了第三圈的时候，收音机突然跳成导航，然后呢，他就说。如果可能，请回转。啊，这，我想说奇怪，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现在就没办法，我只能够死马当活马医，反正就是照着导航那样走。然后一下去的时候，导航又说话了，他说目的地已到达。我看前面就是我105号的那个车位，就在我前方。好，那我就不管啦，我就用力踩了那个油门往后退，然后一退的时候，砰，就听到一个砰的声音，我回头一看，就是那个警卫啊，趴在我的后车厢上面，然后砰砰砰，这声音就越来越急促，越来越大声，原来那个警卫一直在敲那个我的后车厢，这个时候突然我的手机就响了，你知道，然后我想说，哎。啊，终于有人，是不是有人来救我？不管是谁，这个时候打电话给我，我一定要叫他来，赶快来救我这样子。可是其实那个是地下室哦，而且我已经下了一层了，然后所以根本是收不到讯号。但我那时候根本也没想那么多，然后把我要接电话的时候，然后突然就跳到那个影片的那个功能，就看到一段影片，有点像是那种监视器那样的画面。在收不到讯号的地下室，手机突然自己跳出奇怪的画面，到底怎么回事？我要接电话的时候。然后突然就跳到那个影片的那个功能，就看到一段影片，有点像是那种监视器那样的画面。然后那个影片呢，就是有个男的，然后我看得很清楚，就是那个105的那个车位，他倒车到那个105的车位的时候，砰一下就撞到墙壁，然后那男的呢就往前开。我看那个影片的判断，就是说那个人他可能喝了很多酒。然后他下来查看，原来他刚刚撞到的那个声音呢，是撞到一个人，然后就是那个刚刚讲的那个警卫啊，他也是一样，就被他撞了之后，然后趴在他的那个后行李箱，然后那个人呢，他一看到啊，就出事了，他也不管，他就照样的把车子开走，那个警卫就这样子一直被拖行，拖行到一个弯道的时候，
被整个这样转弯，一个转弯有一个离心力嘛，他甩在地上。然后影片到这时候就断掉了，然后我突然就想说，我就心里在想说，警卫大哥，那如果这是你需要我帮忙的话，那你现在赶快让我用最快的速度让我出这个停车场，我马上就去警察局去报案。好，那我就到了警察局。那就说也奇怪，我想说刚那个影片嘛，应该至少也是一个证据，怎么找就找不到那段影片。可是根据我通报的这个案子，就去找到了这个主委，然后最后呢这个主委也招认了，原来是就几年前嘛，那时候就是这个大楼发生一个车祸，然后这个警卫就离奇死亡，就被撞死掉了，但是一直找不到凶手。为什么呢？因为那一段的监视器的画面被洗掉了。那后来那个主委才承认说，对，因为他那天喝了酒，然后发现撞到人之后他很害怕，他就逃走，然后他也利用他的职权就把这段影片就是给洗掉这样子。你这个故事非常厉害，前半段很像一个路痴如路痴，但是不要慌啊。对啊，其实本来我前面都一直认为说是我车上的机器出问题啊，然后机器问你说有没有可能回转，跟他说不可能。如果可能，哭了吗？怎么回转？那不可能还叫什么回转 ？OK， 常常这样对话，真的。我经常把他骂哭。你觉得这个故事比较恐怖？请亮灯，一二三。哎，大家很给面子，谢谢。食皮化肉的咒怨。其实哈，我们早期在东南亚作秀哈，我讲的很早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成名。在东南亚作秀，其实我们不叫作秀，叫跑码头。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到泰国，那个地方表演，它比较特色就是他要接受很多人的点唱，就是你现场的观众你可以点唱，你要听什么歌你就点什么歌，然后我们尽量多去配合。然后我们点歌的时候呢，可能他听了他喜欢的或者他要的，他就会送礼物啊，或者包红包啊，或者是包美金啊，甚至于有人就把他戒指这样拿起来就送给我，还有人把手表拔起来就送给我们。那我印象中有一个姐姐，她年纪真的大我们很多，她大概30岁了。其实她一直都在东南亚做演出，其实她在东南亚很多年了。然后她每次上台表演的时候呢，她一下来哇，她就拿了很多礼物啊、红包啊，啊，也是美金什么的。那她蛮大方的，她每次下来的时候都会说啊，妹妹你们要什么送给你们。那有一次呢，我印象中的话，有一次他表演下来，他就拿了一个礼盒，那个礼盒呢，一打开里面有几罐这种好像罐子装的东西，然后我因为他里面写的都是泰国语，我们就看不懂，他就拆开一看，哇，那个东西超香的，你知道吗？香到我们说，怎么没有闻过这么香、很特殊的乳液的味道？后来姐姐就擦，哇，我看他擦了几天之后，你知道，他的皮肤啊。真的是这好白皙哦，就像那小 baby 的那个肤色一样。然后呢，他在那段时间表演的时候，哇，他的效果也特别好，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就越来越妩媚。可是，那么经过2个礼拜之后，我们就看他的样子就没有像原来那么光鲜亮丽了，就有点比较那种暗沉，就是那个轮廓哈。本来是那种有点那种很深的轮廓，可轮廓呢就慢慢深的，有的眼睛就有点陷进去，然后这边就是有点瘦下来啊，皮肤也是看起来就没有像那么漂亮。就有一天呢，那个姐姐突然间在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她就叫好大一声啊！那我们想说啊，到底是衣服没有穿好什么？我们就去，我就想帮她的忙。我一看，哇塞，好恐怖哦！她那个身上哦。就好像有一种那种液体的东西，好像汁这样子，一种汁这样黏黏稠稠的。我们以为他流汗，我说：“哎，姐姐你怎么有那汗？”他说：“不是。”他说：“我不知道这什么东西一直从我身上冒出来。”那我们想，又一个味道好奇怪，好腥的味道。我说：“怎么会这样子？”那我们怎么他擦，帮他擦，他就会这样
冒出来。后来呢，就有三天就没有看到那个姐姐来表演。我们就问那个后台叫管理员说，哎，她为什么这三天都没有表演？她说她不想唱，她觉得她这两天变丑了，她不想见人。而且他很奇怪，他就关在房间里面都不出来，也不吃东西。就有一天，就有一个人就到后台来，就是要送那个姐姐一个礼物。我想啊，送她礼物啊？我们说她没有来工作，哎，那我们可以转达吗？他说，哎，不行，哎，这是人家交代说一定要亲自交到她手上，不能转交。我们就带她去我们的宿舍。后来就敲门，哎，姐，有人要送东西给你。他一开始都不开门，他说不要，见人。可是有人要送你礼物，哎，那个礼物就是上次你收到那个鲁豫那一个同样的礼物。他一听到那个礼物是那个鲁豫，哇，他就打开了门，他就要看，哇塞！开门后是什么样的画面让人如此震惊呢？我们马上回来。他就打开了门，他就要看，哇塞！他一打开，我们通通都吓一跳。哇，他变得好瘦，好恐怖哦！整个眼睛是下陷的，这个整个凹下去，然后那个皮肤变得好恐怖，都是这样皱皱的，然后有点皮包骨。他就去突然间抓着那个送礼物人，就掐他的脖子，就是跟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你为什么要送我这个东西？你把我害惨，你把我害死了。”那个人就说：“不是，这个礼物不是我送的，我是有人托我转送给你的，不是我送的。”他说：“你到底是谁？是谁叫你拿给我的？”那人就说：“哦，就是那个做榴莲大批发那个李先生。”他一听到那个做榴莲大批发李先生，突然间哦，好恐怖哦，他整个七孔就流血，眼睛啊、鼻子这样的，呜，那个血就这样滴滴滴滴滴滴滴出来。我们就哎呦，怎么那么可怕？这样会闹出人命哎！我们说赶快叫送医院，送医院。后来呢，警察就去调这个送的人，就是这个做榴莲大批发商的李先生。哦，原来真相大白了，因为呢。那个李先生说，其实他三年前就认识这个姐姐唱歌的。他时候呢，他在表演的时候，他在台上表演，他很喜欢她，他几乎每天都来捧场，然后他送她东西，甚至于呢，他要什么他就送给她，还有什么钻戒啊什么他都送给她。就没有想到后来他发现那个女孩子还劈腿还有别人。后来呢，他在要找他理论的时候，他就消失了，整整三年都没有去泰国，然后他怎么找他就找不到他。后来三年后以后他出现的时候，其实他是改了另外一个名字在表演，他终于找到他了。其实他是找了一个，他是做了一个，其实泰国常常都会发生的事情，就是下降头把他放骨了。那下降头呢，其实他插了个鲁豫，后来他讲，其实就是血跟牛奶去调出来的。念了咒语之后，他们一看起来会像乳液一样的东西。可是呢，他下了降头之后，他擦在身上，因为他们可能有什么东西控制他，他一开始擦就会很漂亮。后来那个降头在毒害他下蛊的时候，他那个效果消失了，他就变成。好像他会让他整个人恢复，像骷髅一样的，很可怕。后来他是说，我已经教训他了，那我可以请那个巫师，就是把他那个降头去掉，让他还可以活着。但是后来那个姐姐整个轮廓脸型就完全变了。没有像原来那么妖艳美丽，后来听说她也没有再表演了，就一直都没有再看到这个人出现在演艺圈了。你
以前有没有说过人家里？没有，还好我没有去东南亚唱过。你没有？真的吗？对不 对？所以你只收钻石就是，如意没有哦，只有钻石哦。不可以随便收如意了。我们如果收一个比较单纯，东南亚人家送我们没有，我们都很担心，因为以前我们都很担心说，万一被人家下降头或者放做了骨之类的，我们就回不去了。所以现金比较好。现金我每金我都收。很少在现金上下降头，被你拿来花掉那个。对呀。倒霉哈！来，觉得这个故事很恐怖的，请投票。一二三，哎，颁奖。既然你做错，我就送你一个麦克风。啊，这个麦克风还可以吹泡泡哦。一颗蛋一样，谢谢，谢谢，来，请坐。各位，真的要多做善事啊！不管为了你自己或者为了家人，都要多做善事，坏事千万不要做。今天谢谢大家。